到刚好打死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人来了，赶快！要先准备喽，一二三。不过你要先攻击再说。要攻击了吗？好，我攻击了。但我攻击都要跑到好前面才能，他才会给我打。根本是贴着我往下攻击。马华第三线了。快点让我打一下。别墅。哇。哎、欸、屁耶、欸！臭野猪来，你刚刚没有清好哦。妈的，那只野猪在打我。看塔罗怎么不延迟？野猪打死你！野猪哪打得死我啊？说实话，我没有打到哎、欸。那你赶快去视线。你刚刚一开始人在过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先锁定好王了。我已经锁定了，就他竟然给我跑到王那边才给我打。你一开始就贴着王了，太可怕了！没关系啊，师傅，台我有打到就好，有点半不动，有点半清醒了，有点清醒了，但是怎么也来了。跑不到啊，跑不到，还有自己的跑不到，跳多少？哎，小娘在，小娘，小娘打了，小娘打了。面条什么都没打到的，因为我至少打到一只，至少打到，对，我打到三只，我还要，我只有一线打没打到，二三四都碰到，我可刮了，等一下，然后就等一下呗。等收到那个成神了，就起点是死神吧？死神应该是在蒸汽吧？就是很多怪物。